把上级都收起来，开会，开会，开会！里边你们快点开会了，里边好，包括，快点说你的。人都到齐了吗？齐了，齐了，齐了。今天呢，是咱们车间一个月一次的生产计划会，还是我先讲啊。上个月，咱们维修车间。 超额完成了生产计划，收到了厂领导的表扬，但是大家都不要骄傲啊，要再接再厉。可以说，改革春风红旗飘，工人师傅干劲高，作坊棉花和布料，党的精神要记牢。有进步了啊！严肃点，严肃点，开会。我的话就先讲到这儿，还是照着老规矩，一班。 毛玲啊，怎么才回来呀？赶紧坐下吧，你同事找你，在这儿啊，都等了好久了。是啊，毛玲，哎，你找的这媳妇儿挺懂事儿的，这人长得也挺与众不同的。<笑>哎呀，哎，对了，毛玲，我上次跟你说的那个事情，你考虑的怎么样了？ 啊，你说那个事儿啊，咱出去说。有什么话就在这里讲好了，没关系的呀。对呀，毛驴，有什么话呀就在家里说，在家里说呀踏实。哎呀，这都单位的事儿，出去说就行。那单位的事儿更得在家里说。我跟你们倒水啊。你不用忙，别忙。 哎呀，你拉着我干什么呀？为什么要出去说了？哎呀，有什么话在这里说好了呀？我说出去说就出去说，你怎么得寸进尺啊？想不想谈？想谈就出去。哎呦，瞧我们家毛驴啊，就是爷们儿，你看看这脾气。 那咱们就出去说好了。我在楼下等你啊，你快一点。蹬鼻子上脸，你说就求我办个事儿，还找家来了。行，我去那个，我把这事儿解决了，你在家待着，一会儿回来给你做好吃的啊。 站住！干什么？坐下。啥事儿？坐下。啥事儿等着呢？他找你什么事儿啊？单位事儿。真同事啊？同事。那你这同事对你可真够了解的啊！这刚才一直在跟我说什么，你最爱吃的早点是煎饼果子。 这最爱吃的菜呀，是鱼香肉丝，还有你最喜欢的颜色呀，是蓝色。就差告诉我你最喜欢穿什么样的裤衩了。哎呦，我说你这同事啊，对你是太了解了。行，你这别老跟我开玩笑，你说说说你就整作风问题上去了。别蒙我啊，赶紧说，他是谁啊？同事。瞧你们俩刚才说话那样。 瞧他看你那眼神儿，
还同事，你还真当我三岁小孩啊？说不说？同事。说不说？说不说？啊！那你别生气。快说。听张婶说，张二宝又在外头倒腾呢。由着他去吧，他不倒腾倒腾，他不舒服。哼，早晚倒腾出事儿来。他真要倒腾出点事儿来，他就彻底老实了。不然的话，他永远让你不得安宁，知道吧？干嘛让我呀不得安宁啊？哎呦，当初这不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吗？他是不是您的儿子？嗯，我得好好谢谢您，让我多了这么一好儿子。姑奶奶，妈又回来了。啊，回来了啊！赶紧的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把这吃了。来来，让你妈。什么呀？来，来来来，烫啊！哎呦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怎么又是腰子呀？妈，妈，这味儿太大了，别做这个了。你别跟我商量，跟我商量没用。这是姑奶奶的偏方。对，这不是生孩子的偏方吗？你呀，每天都得吃，知道吗？坚持吃，坚持到你媳妇儿肚子大为止，听懂了吗？哎呀，听话呗。您换个做法呗，火爆一下，或者煎一下、溜一下、油炸一下，都不成啊。那样的话，药劲儿就不够了，我知道吗？来吃了，来，吃就吃了，嗯，有点烫，来这把它吃了，来。嗯，一下就吃了，还忙着。嗯，一下就吃了，忙忙忙忙吃了。我说你这个家里啊，家电一应俱全，这屋里还有一个女士床头柜，这感情你是让人给踹了？原来吧，我总出海，然后他就出墙了，还跟个老外，还找了个老外。嗯，那所以你就来找我，把我当云南白药了呗？你看大雅，我怎么能拿你当云南白药呢？是我下辈子的依靠。你少给我来这套。跟人家感情很深吧？啊？这现在跟我在一起，是不是天天都想着人家呀？我说你就是把我当木头塞儿，顶你心里那窟窿了。你看李大雅，那我也是个爷们儿，那当初让他甩了。啊，那我就发誓，我必须得找一个比他强、比他个高、比他漂亮、比他厉害的。谁让你出现的这么快了？这几天你都符合呀，你就别说4000块钱彩礼，我就是砸锅卖铁，我倾家荡产，我把都卖了，那我也得赶快把你娶回来，是不是？我真的比他好那么多啊？你1万倍都得。说的都是实话。我跟你发誓，大雅，我要是说一句谎话，你就扒了我驴皮。他找你到底干什么？没啥事儿。毛驴儿，你看着我的眼睛，说实话。他管我要青春损失费。而就那女的长成那样，还青春损失费呢？啊？他有青春吗？他？都中老年了，这谈恋爱可是两个人的事儿。对对，你要是敢给他一分钱，我这一把火烧了你的驴棚。你看，你别生气，你消气儿。这最近挺辛苦啊。哎呀，是挺累的，就是觉不够睡。哎，朵朵，嗯，哎呀，你说我对你工作支不支持？哎，李大宝，嗯，这是你最大的优点。我们单位同事都说了，哎呦，你老公对你真好，他们都特别羡慕。
嗯，我的工作你是不是也应该支持支持？那当然了，你的工作我肯定支持啊。哎呦，他说大宝，你那厂子的事我也不懂呀。嗯，这个工作你懂？那你说吧，我肯定支持。嗯，你看啊，嗯，咱们俩都属于晚婚了。嗯，不是，你等会儿，你这不是说工作的事儿吗？嗯，你怎么又扯到这上面来了？嗯，姑奶奶和我妈给咱们制定了一个生子工作计划，说是让咱俩抓紧时间生孩子，这个工作你得支持啊。不是，这是工作吗？这不是工作，这怎么可能是工作呢？李大宝，这是一个特殊的工作呀，但我一个人也完成不了啊，他得配合呀。我要一个人能完成，那我也就不求你了。我跟你说，大宝，现在呢是我事业最关键的时候，我必须要站在舞台中央，让所有人都知道我张朵朵是最好的。那有个孩子不更好吗？嗯。不，李大宝，你是不是真不懂呀？我要是怀孕生孩子了，我怎么跳舞呀？啊，我要是生了孩子，就证明我舞蹈艺术生涯彻底的结束了，我从此就在舞台上消失了。那院里不有舞台吗？你就在那跳呗。嗯，那咱家那舞台跳给谁看呀？跳给你看，跳给姑奶奶看。是，观众是少了点，可是也没你说的那么严重。那人别的跳舞的还不生孩子了？哦，不是跟别的舞蹈演员不一样吗？你别在那儿强词夺理啊，李大宝。你这连蒙带骗的，把我跟你骗的结婚了，那生孩子的事你能不能别逼我呀？这不跟你商量吗？你别商量这事儿。反正我实话告诉你啊，这三年我没打算要孩子。干嘛呀？一惊一乍的。你要是同意呢，你就继续留在床上睡；你要是不同意，你就睡到箱子上去。这怎么还成我选择了呢？那你不同意，当然你选择了。你到底怎么想的？床上、箱子，有没有第三种？没有，就两条。哎，你先帮我准备好床还是箱子。睡床上，床上舒服，说不定床上还能有机会。吃饭了啊！来来来，吃饭。来吃饭吧。嫂子，你真漂亮。就是好看，哎，你这化妆品挺贵的吧？是不是外国的？呀，演员嘛，总得用点好化妆品，啊。就是，演员得需要这样哈。嫂子，嗯，什么时候给姑奶奶化一个漂亮的妆？我也想臭美。行啊，没问题啊，姑奶奶。姑奶奶，求您了，您这岁数化哪门子妆啊？这三毛，你这话说的不对了。爱美和年龄没有关系，和心态有关。只要心里装着春天，那势必就有一种冲动，有一种激情，有一种渴望。如果有这些的话，那81也能当18岁过，是不是，姑奶奶？哎，不。我说错了，干嘛呢？说什么呢？你这不是甜乎我呢吗？有什么事儿吧？有什么事儿你就赶紧说啊。是啊。啊。有这么一个事儿啊，朵朵呀，下个星期六就参加咱们全市的文艺汇演。啊。真的？当然了。朵朵
这次能演上主角，跟咱们老李家上上下下的支持是分不开的。所以在此，我们夫妻二人对你们表示由衷的感谢。真会用词儿，弄得自己跟领导干部似的。听你哥说什么？那么呢？从今天一直到演出结束，咱们老李家是不是在说话做事方面尽量的啊多加小心，不要惹朵朵生气啊。晚上呢早点睡觉啊，尽量的不要影响到朵朵休息，让他有一个好的精神状态，能够登台演出，好不好？咱们一家人肯定是高举双手也来支持。好，好，好，成功了。好，对不对？对，反正我也知道那朵朵呀是有良心的人，到时候呢肯定会对得起咱们老李家，对吗？姑奶奶英明啊！好，那我宣布，从今天开始，每天晚上9点半之前上床睡觉，好吧？等一下，大宝，姑奶奶，你刚才说那话我没太明白，什么我也要对得起老李家，什么意思啊？这你还不明白吗？就是说，哎，你给我们老李家早点生个孙子，到时候姑奶奶不就升级了吗？升级为祖奶奶了吗？那我就升级为奶奶了。哎，那我升级为小叔了吗？这不，那我不就是小姑了吗？这不行，行了，你们别找感觉了啊，赶紧吃饭吧，一会儿凉了。对对，趁热吃吧啊，这公筷都带进来了，吃吧。不能不吃，爸爸吃吧，我们支持你。吃香肠，补充一下体力。然后你好去练拥抱去，很舒服。你吃油条还是吃什么？哦，馒头。那妈，进口的玻璃丝袜了啊，过来看一下。哎，姐姐，这个特别好，刀子划不烂，穿了腿倍儿亮，特别有弹性。谁呀，哥？你怎么在这里？小雅，不是你不好好上学，你跑自由市场来干嘛呀？大哥，你在这摆摊？别胡说八道，我替哥们看着呢，你回家别瞎说啊！你骗人！谁骗你了？回做功课去。回来。干嘛？哎，给你两包，你回去千万别说啊！我不要。不要拉倒。毛钱，大宝，哎，来了，赶紧帮忙吆喝，我嗓子都哑了。哎，看一下了，看一下，大哥，王大雄，来看一下进口丝袜，今年最流行的。怎么了？哥，看一下呗。我跟你们说了啊，进口的货啊，今天不买，明天就走了。太得寸进尺了啊！过来看谁家摊儿啊？看看，全是进口货啊，今天不买就后悔了。大宝，先别卖了。干嘛？你看这摊位现在全是你的货，我这货还怎么卖啊？我这货不是卖的好吗？你看前两天我说我眼光好吧，你还看不上。明天你找管理员，你再租一摊位自己卖，好吧？什么意思啊？轰我走啊？行，不卖。那我明天就自己支摊了啊！你别后悔。你说你啥时候有空，把那天津的陈导演介绍给我认识一下呗？好啊。哎呀，我跟你说啊，这个陈导演真的是挺厉害的。我以前觉得咱们跳舞，其实就有一份工作，虽然很热爱，但是不知道怎么去把它表现得更好。但是经过陈导演这么一番指导。我才知道，其实，在舞台上跳舞就是在倾诉人生。还真是，我根本没想到咱俩这次能配合的这么默契。你说我之前特别差呗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意思是说，之前你跳的那么有些动作呀。行了行了行了，别解释。我这次特别有信心，咱俩一定能把《梁祝》排得非常好。齐华。
想叫你呢。你现在都生孩子了，当初就说跟你过仨月，你这怎么拿下？你跟他说说呀。说不了，太难了，你俩学都学不会。说说嘛，就是高难的我俩学不了，学点皮毛总可以吧？皮毛俩也学不会。哎呀，这追姑娘太难了。你俩是不知道你哥我这艰难过程，一想着说在歌舞团给你俩找个小天鹅，现在我这一看，你俩量力而为吧，别找歌舞团小天鹅了，看看咱厂这么多女工呢，随便找一个合适的就得了。那也行。媳妇，那是不是小胡？小胡。哎，什么事啊，大宝？呵，真是，洗衣服呢？啊，洗衣服呢。哎，我介绍一下，这我们车间我俩兄弟，这宝库，这二宝子。啊，你好。哎，小胡，你要是洗完衣服过来，跟我俩兄弟坐一会儿聊聊天啊。聊什么聊？我这还有一大堆衣服没洗完呢。看见没有，这都平时我一叫就来的，看见你俩了现在撒腿就跑，这说明什么？打铁还得自身硬。你看你俩这样啊，能不能注意点自己的形象？平时形象怎么了？这没事就往地上一坐，你这什么形象？你说你像个工人吗？还挺好，你看那裤裆，你那裤裆都多大了，能不能把那裆立裆收一下，把裤子紧一紧，大裤裆脱了脱了的，像个大傻子似的。你说你，我这裆大吗？大不大都不知道，你不傻吗？看不上我，看不上我，我还看不上他呢。这典型的是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。走了走了，上班了。就怪我咋了又？来，瞧瞧，我都给你们拿什么了？哎。别动别动，人人有份啊！姑奶奶的，妈的，就是我的啊！哎呦，这是什么呀？这是跟发带儿吧？发带儿哪有那么高？我知道，这袜子，你看腿上。哎呦，丝袜子是这样的，肉色的。让我摸摸，哎呦呵，这手软不软？高级不高级？气味。哎呦，好东西！可惜我年龄太大了，用不着了。哎呦，用得着，您留给孙女孙媳妇儿啊。行了，行，二宝，哎，你给我这个啊，收着，收着。嗯，然后我给大宝，让大宝啊孝敬他媳妇儿去。哎，妈穿不了。我这送谁呀？这么着吧，我给你存着吧。啊，哎，等到你有媳妇儿的时候向我申请。哎呦，姑奶奶，不麻烦您了啊。我到时候还是送给我大嫂子。那我也送给嫂子。哎呦，真大方。合着我送给您的礼物都归李大宝了。哎呀，还不高兴吗？这李大宝那么好人。你别火了。哎呀，我说二宝，哎，这个赚大钱了是吧？有点出息。挺得意的是吧？还行吧。那是不是该还钱了？啊，姑奶奶啊，您先别着急让我还钱呀。不是你该还了，这钱在我手里，它能发大财。啊，我现在是刚起步，等将来我当了总经理，运气再好点啊，再开个大拖拉丝。什么？拖拉机啊？拖拉机，我来拖拉机。到那时候我还您钱，那就不是三百五百了。啊，那翻了番的还，那钱滚滚的。哎呦，我天哪！你这叫做梦娶媳妇儿。妈，哎，梦是要有的嘛。是是是，我能有今天这一步，那全靠姑奶奶给我一仙人指路。哎呦，您可甭客气了，我可没给你这样的仙人指路。您当时说我是挣大钱的命，我才干这个的。我那么说的？你说过呀。哎呦，我只记得说你是一个爱倒腾的命。我现在那是出战告捷呀，我想要扩大经营，急需资金呐。哎呦呵，
不是钱吗？慢点，姑奶奶吗？三宝，白活了，妈你就是钱，白活了，白活了，哎，您带个头，钱呢？妈的，我得要钱呢，我得成本钱呢，您先给我打本儿。不跟你玩了，别白活了。这些东西啊，现在属于我的了。你把那个老本呢，先还了我。哎，我给保管了。别，我怎么着？我还卖呢，这个。那你得把我那成本的钱给我还过来，我。不是您给我拿走了，我怎么还您成本呀？我也得复习去了，是吧？这热包打狗的事儿，二哥，整点。去，我也走了。妈，姑奶奶把我那东西都拿走了。别找我了，找你妈，你妈你去啊！你啊，太鸡贼！我那还有碗没刷呢。别走啊！哎，我算你们投资入股行不行？有分红。哪儿啊？啊，这停车就好了。这儿啊。来。好。收了。回去。呀，妈。回来了。啊，您遛弯呢。啊啊。哦，这是我同事，这是我妈。啊，大妈好。哎，您好。我们刚排完练送回来的。啊，行，那我先走吧。好。哎。走了，大妈。哎。哎，再见啊。哎，再见。妈，我进去了哈。你去吧。啊。是骑着自行车，驮着他回家来的。嗯，刚排练完呗。同事是谁呀？是不是秦华？我不认识，可是你得留点神。我留什么神？你看，你们俩人啊，然后他跟他们同事又，不是你这孩子干嘛非得我这把这话都得说明白了哟？哎呀妈，那不像你想的那样。朵朵是个好姑娘，单纯善良，这你又不是不知道。我跟你说，女孩子单纯善良最容易上当受骗。你忘了这朵朵怎么嫁到咱们家来的？你这什么意思呢？你这是我给骗来的？我可没那意思。你行了行了，人就是同事啊，没事儿，你放心吧。你拉倒吧，我跟你说，就俩人有事儿的，能满是你嚷嚷，我们俩有事儿，能那样吗？妈的意思就是，你俩赶快生个孩子，这大伙儿都踏实。我跟朵朵啊，我们俩商量了，现在主要支持朵朵的事业，生孩子的事儿暂缓。缓到什么时候？你什么时候你去看看朵朵跳舞？你一看朵朵跳舞，你就知道她的艺术水平现在是多高了。你在这个时候你让她生孩子，确实是不应该。傻吧你，缺心眼儿。秦华，是他搭档。
什么叫大档？怎么跟你解释呢？朵朵跟我生活当中是两口子吧？嗯，在舞台上他们俩就是两口子。先留住。1、2、3，跳的这个舞啊，是梁祝，秦华呢演梁山伯，朵朵演祝英台。嗯，这我知道。爱情故事。嗯。朵儿方向过来。对了，到了，打开把你方向，延伸。哎呀，这怎么搂搂抱抱的呀？我没搂搂抱抱。那二，走了，慢点。路，荡起来。这是艺术，转，这是艺术，艺术都这样。就是，这就是艺术。嗯，肢体艺术。好，二，抱住了，沉，走。好，改变下。2、3、1，2、3、4，拉起来，7、8，9、2、3、4，转。站起来，表情。我倒地。跳！怎么回事？我说奶奶，我们回来了。回来了！哎呦！哎呦！您看您这个啊，您干嘛洗衣裳呀？我这先泡上，等你回来再洗。等你回来，你洗。嗯，啊，怎么样啊？特好看。真的？哎呦，姑奶奶这是腿脚不利索，不然我也去了。嗯，啊，怎么了？进屋吧，看书去。哟，嗯，干嘛呢？嘿，干嘛这么严肃啊？您得亏没去。怎么？您要去了，到不了半截，您就气回来了。哟，为什么还生气？这不是艺术吗？哎呦，你见那朵朵在台上，嗯，哎呀，我那男的在那哦等着，那朵朵哗就跑上去了，然后男的呜就给抱起来，呜就转一圈，哎呦，我一看，好家伙，这啊一会儿俩人又搂着呀，就这么呦就搂上了，哎呦呦，搂完了以后俩人就又这样，哎呦呦，别，哎呦，我鸡皮疙瘩我都出来了，要不然就是就噌一下抱起来了，朵朵那脸在这儿。这在这儿，俩人还转一圈，那腿还那样着，那个还有一动作，就是呜着送了一下，又干嘛啊？要你这腿不要了，你这干嘛这么比划呀？搂着、抱着、抬着、背着，别说了，我知道了，绝对伤风败俗。知道了，嘿，没法看。少吃点啊，连花生吃多了会噎着。大宝啊，今儿那事儿你看明白了吗？看明白了，一个梁山伯，一个祝英台，两个人用肢体表达爱情。他好意思啊，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啊，当着咱们全家人的面，真丢人。丢死人呐，都丢到姥姥家门口了，还把咱们老李家的那门缝都给丢进了。哎呦，姑奶奶，这您就不了解了，这是艺术。有你什么事儿？你赶紧回去，你上那屋去吧。你还懂艺术呢？你懂什么艺术？合着那艺术就是那男男女女就是搂搂抱抱，这摸摸索索，那就叫艺术啊？啊？你进屋，你照照镜子吧啊。那翡翠值钱，泛绿。姑奶奶，您说什么意思啊？哎呀，小丫头，你不懂啊，不该你懂啊！你回去，你回去。那好，大宝他妈，嗯，瞧瞧，这就是你生养的儿子，你傻。你看。
听见没有？甭管你们哪个有点什么，最后这姑奶奶全都找进了我脑袋上。啊，我跟您说，姑奶奶，这次我跟您站在一块儿，那就对了。啊，大宝，听见没？姑奶奶都是为你好，长点心眼儿，留点神，啊，别一天傻了吧，缺心眼儿。你什么时候？我说什么时候怀孕呢？等朵朵拍完这个戏再说吧。你赶紧怀一个吧，赶明儿他真要生一个，还真不像你了，怎么办呢？听你的。行了，姑奶奶，别说的那么难听。你别以为你吃了天鹅肉你就踏实了，那煮熟的鸭子都会飞呢，就何况这半生不熟的鸭子呀。干什么呢？干什么呢？这二老啊，一唱一和的，和说相声似的。就说相声了，怎么着？我跟你说，姑奶奶已经等不及了。跟你说，什么时候生吧？那咱不是有计划吗？计划提前了，不告诉你们，提前了。我同意。不是，怎么哪儿都有你的事儿？你什么时候又爬上来了？啊！你下去。这是我们家的事儿，这不是能给你出出主意？你下去。下去，下去，快！抓把花生，快点！不给你下去！你这还抠的你，抠吧你就，小点好。老掺我们家事儿。回来了，朵朵。李大宝，你今天为什么带着全家人去我们单位？咱们家人早就想去看你排练了，想看看艺术家的表现，一直时间凑不到一起，这今天都凑到一起了，就去了呗。我看你今天就是诚心去捣乱去了。你去之前为什么不提前通知我呢？我想给你个惊喜吗？另外，提前通知你了就。不是怕打扰你吗？那你看就看呗。啊，你老老实实的看啊，你干嘛喊停啊？你是谁啊？你是团长呀，你还是导演呀？我是女主角丈夫，我是李大宝。那你作为我丈夫，你是不是更应该支持我工作呢？啊？说真的，我今天我都觉得丢人，我都替你脸红。可是朵朵，我看见你们俩跳舞那样，这心里确实。你们有点过分。怎么过分啊？我们团长让我找你啊，让我跟你好好谈谈什么是艺术。我在舞台上那是塑造人物，不是我张朵朵本人。我塑造那人物就是要深爱着男主角，你懂不懂啊？懂懂。那你作为我丈夫，你是不是得理解我呀？你不能当我事业上的绊脚石啊。嗯，不当绊脚石。当绊脚石早晚得被人踢开。可是朵朵，我跟你说，我看你们俩跳舞吧，我确实吃醋，我这心里酸溜溜的。但这事儿吧，你看怎么看？你要反过来看，它也是个好事儿。那怎么还是好事儿呢？这说明我心里我爱你啊。你别在这强词夺理的啊！你保证，下次去之前，你一定得提前通知我。行，我保证。还有，我不同意你去，你就不能去。好。那行了，你的事都聊完了，那说说咱俩生孩子的事儿。闽南。干嘛呢你？停下来。我跟你说点事儿。坐，坐。什么事儿？那大宝的事儿，该怎么办？您不是跟他说了吗？生子计划提前了。说是不是得给朵朵一点压力？怎么给呀？你得配合我。嗯。我怎么配合？找机会啊，见机行事。配合你。嗯。又看我眼神。我看您。团长刚好，
哎，别放哪儿啊！晚上不用来接我啊。那哪行啊？你晚上一个人回家，我不放心啊。我晚上得加班排练呢，排完以后我们出去吃饭，见你。和谁呀？和同事呗。不过你真够土的，行，赶紧回去吧。啊，包给我。那晚上我不接你啊。嗯。姐夫来了，哎哎哎，模范丈夫又来送媳妇了。哦，哎，你没有觉得你媳妇最近变化特别大吗？怎么了？越挑越好了？她可跟秦华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。